这里是报案服务台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你好，我饿了，我想订一个猪脚饭。请您看一下号码，确定你想要的是我们家猪脚饭吗？是的，我就是想要买你家的猪脚饭。您的声音有点小，请问您是开着公放离太远了吗？不是的，我现在方便，不需要用网上订猪脚饭。对方一共有几个人呢？家里要来一个朋友，我要个两人份的猪脚饭。请问一下，您认不认识对方的呢？我不知道他吃不吃辣。他有带凶器吗？有的，我们这里有餐刀，我朋友可以切猪脚。那请问您的地址是？你把猪脚饭送到富康小学富康路。我们的人已经到您家门口了，想办法开门。等一下，帮我把垃圾带走。老实点，你已经被逮捕了。